现在呢，我要访问的是林正国教授，他是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以特聘教授身份呢荣退的名誉教授。林老师的研究领域呢非常的广泛，包括了大乘佛教的哲学、英美哲学、欧陆哲学、新儒家、中国思想等等。特别林老师呢是在跨文化哲学的部分呢的议题上呢常常有很多洞见，开风气之先。对这部分呢，对台湾的人文学界呢，特别是佛教哲学研究呢，有很深厚的影响。林老师的学术成果呢非常惊人，他将近100笔的中英文的学术的输出，所以成绩非常傲人。其中呢经常为学术界的老师啊跟学生们所津津乐道，而且经常在阅读的是他的三本著作。1999年的《空性与现代性》，2002年的《辩证的行旅》，以及2012年的《空性与方法》。其实呢，我们很期待林老师呢，这最近呢可以尽快出他的第四本大作。以下呢，我要从几个面向来展开我对林老师的访谈。第一个面向呢是关于学识历程。林老师出生在1951年，我还记得去年呢，很多的同学跟老师学生呢帮他庆祝70大寿。林老师的生平经历过戒严、解严、思想抗争运动、90年代的思想大开放，以及21世纪初呢思想非常多元化的时代，甚至啊到这几年呢，所谓各种价值革新啊、去主体化啊，甚至还有去中国化的这样的风潮，非常非常的丰富。林老师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取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士与硕士学位。那时候他研究的是中国思想。后来呢，他到美国天母大学宗教学系呢取得博士学位，专门去研究西洋哲学跟佛教哲学。回到台湾之后呢，林老师就进入政治大学任教。一直到他退休为止呢，有超过30年的学院的生涯。在这期间呢，林老师多次的荣获台湾国家级的研究优良奖跟杰出奖。他也担任过系主任、台湾哲学学会的会长、哲学学门的召集人，甚至政大的特聘教授。更难能可贵的是，林老师呢经常受邀到世界的各大学名校，像哈佛大学呢担任客座教授等等。所以林老师的学识历程呢堪称是我们台湾人文研究的典范人物。所以首先呢，我想林老师是否能够请您谈谈您这一生这么精彩的学识历程呢，有哪一些精彩的经历呢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个访谈人呢，这个建东教授其实是我老朋友，我平常都是叫他名字啊。那谈到学识历程呢，其实这涉及到一个观念呢，就是从哲学上来讲，就是讲回顾啊。那我想到的是两个概念呢，一个是这个 Walter Benjamin。这是在德国战前的一个犹太思想家，那他提到的就是他的哲学里面的历史哲学里面有个概念呢，是说这个回顾用柏拉图的 recollection 这个概念来讲就说他说人要透过这个 recollection。对柏拉图来讲就是去获得真理这个理念Eidos， 然后才可以获得救赎。所以他的这个想法是结合了柏拉图跟他的犹太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在讲说 recollection，某一方面来讲是对自己 是有一个在重新去清理的一个作用。
那另外我想到的一个哲学家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Paul Winkle。那他在中后期的诠释学的一个发展呢，他在谈到叙事这个 narrative 啊里面呢，他提到的这个 narrative 里面的我们的讲述回顾讲故事啊，这个叙述它本身是有一个作用，就是 reconfiguration， 就是在重新再安排。啊，那重新再安排，当然就是说从现代的一个角度重新再回头来看，意义的一个产生啊，就是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是从我个人的这个 case， 那当然是要回到像我们这次会议也提到的像风土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背景，这风土性就是我们怎么去成长的一个背景。那我当然是成长在一个台湾农村哈，在1951年，这就是在49年之后战后的这个农村啊。我想到的是非常清楚想到的我。这个小学三位老师的名字我都还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个许锡宽老师哈，这个许清水老师，还有洪金柱老师。在我们乡下，其实很多他是叫用日文叫是称他名字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有一次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开始遇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啊，有一个是师范毕业的一个女同学，她说林振武啊，那我跟你讲啊，我开始认识你啊，我听你讲话我听不太懂啊。就是你讲的国语啊，这是应该是台湾调腔很重的。那我再回到老家去跟同学去看我自己的这些小学老师，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哎，我的这个腔调是从哪里来的。是啊，因为那时候的这些老师他们的学所谓的国语啊，是他们一边学一边教，这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年代，就是他基本上他们是受日本教育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情境啊，一个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那让我想到就是说像那个年代的老师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我还印象很深刻，我的这些这几位老师啊，特别是最后一位老师啊，他每天是西装笔挺的来上课，非常非常严格啊，那每天到骑脚踏车到学校来，小学老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回想你才知道，就是说哎，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是一个 recollection， 你当时你不晓得那个年代是什么意思。OK， 所以一直到镇上去读初中啊，也是到像我最近也去读像洪耀勋，非常现在发现的很重要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哲学家，这个他就是我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我们草屯人啊，他就是我先贤，就是向先贤啊，是那
那所以这个是回到刚才我自己讲，就是说，这 recollection 啊 ，reconfiguration， 它的确有它这样的一个作用。一个阶段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到高中，台中一中，台中一中的话是台湾人林献堂先生他们所建的这个中学，非常有传统，那学风非常好。那我去念的时候，几乎没有升学主义，所以很自由啊。那碰到的一个年代，正好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出版，是啊。那第一本就是罗素传，第二本就是罗素自传，第三本就是沙特自传啊。然后西蒙波娃就当时这个存在主义啊，这思潮啊，开始起来的地方，对啊，所以这个是在1960几年啊，66年那个年代啊，所以是大概是在文心跟新潮文库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那时候看读课外书啊，大概就是看这些课外书的，是啊，所以后来我才会走上了，就是说要去做读文组啊这方面啊，再下来读大学，那是读中文系啊，那大学阶段对我来讲影响有另外一波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大概就是在民国60年，大概是1971年的，你到大学，从乡下然后到高中到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开始有侨生啊外地来的学生，那时候我们班上有香港来的这个侨生啊，那他们后来是回到香港，到新鸟书院，就是跟谢如家啊，跟牟仲山先生他们，的读哲学，就开始他们就是一方面他们那边从，现在香港的这个新儒家的像唐勋立先生啊、牟仲山先生啊，他们的著作啊，引回台湾。那台湾当时本土也是开始出版了很多的像广文出版社出版很多的熊士力啊、梁漱溟啊这些著作，对啊，那这些大概都不是在政科的学门里面所接触到的，比如我念的师大国文系，我们那个系统继承的是钱家之学啦，这是我们叫 philology 啊，就是特别是的黄继刚、黄侃的这个系统，是啊，所以像读的像声音学啊，像小学，像文字学啊，这方面呢，我们都有一定的训练，但是真的是冲击比较大的，在一个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在一个台湾正要转型，经济跟社会跟政治啊，它要转型之前反映出来的，我们讲就是说一些蠕动吧，在底下在蠕动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批人像我们因缘的机会之下，然后去接触到了这个像新儒家这种传统主义的观点啊。那我记得当时也是到台大去听方东美先生的课。那他最后一年了，他开的是中国大乘佛学，
啊，所以那时候去听的好多啊，包括后来回想起来，像现在在台湾佛教界影响很大的，像净空法师啊，就是在同班上啊，他在听这个方先生的课的，是呀。这是后来哈，我们来看说哦，原来后来的这个变化，你在宗教界还是说在学术界啊，有这样的一个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啊。那所以后来我在就教了一年书以后读硕士班啊。然后开始其实是做的是中国哲学，写的是庄子，那也受到新儒家的解释的影响很大，我在新儒家的特别像牟先生的哲学的，他有一个他笼罩性很强，笼罩性很强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系统性。那这个系统性是透过他判教去建构出来，其实也不是说他自己建构的，那比如说他天台就透过自己的系统，然后花园透过法藏，然后这个像寿命理学他分三系，然后去用西方哲学面对的时候，他抓的是康德，所以他的系统，他背后这个系统性很强。所以你进去的话，你觉得，对那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影响很大，那也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背后有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精神在后面，这个东西也是在当时。还没有台湾真的是起变化的时候，这个当时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的。其实到现在还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人，是还是继承这个路线的。对呀，就是那个中华文化宣言，对对对，整个精神的，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但后来去服完兵役之后，我到高雄的文藻。外传呢，去教书，教了四年，结果跟文藻跟高雄啊很有缘、缘分啊，有一种认同感啊。那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在高雄那个阶段呢，我就发生了明利岛事件，对啊，跟后来的明利岛大神。那这个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个晚来的，我们讲说迟到的一个启蒙，你如果是用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讲，这个我们叫 belated enlightenment， 这个 enlightenment 就是指的是西方的那个 enlightenment 的概念，那这个影响很大啊，那开始让我去重新反省那很多问题，跟以前的这些朋友有很多的争辩啊，那这些争辩我觉得很好，就是也是反映出就是说这个后来当时的这个去走的那条路跟我们实践的问题是相关的啊，所以你才会去争辩，因为你会很明显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抉择的一个时刻里面啊，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啊，那这不能闪躲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阶段人心其实是非常的不稳的啊，因为你如果从台湾的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这样的状况，不定的状况，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我比较幸运一点的，因为我从大概我从当兵时期就想出国，一直到后来到1983年才有机会，然后就到美国，你刚才提到的，到费城，到那个天普大学去，在做宗教研究啊。但天普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跟当时做佛教研究的这个主流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天普的学风是非常强度的哲学取向的，是啊。所以我的几个老师，像傅也勋先生，还有像一个印度籍的老师啊，就是比布提亚的啊，他是那个摩提的学生啊，他做月城的啊。那另外一位就是美国老师啊 ，Thomas Dean 啊，他是做宗教哲学。对。那所以我但还有其他的。在哲学系里面的，像那个 Joseph Margolis 啊，他就是做这个英美哲学跟欧陆哲学的结合的这样的工作啊。那另外还有一位，当然后来影响也很大的，就是这摩哈提，那这个跟我们后来做印度哲学做现象学啊。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若是讲说学识的一个过程，但我很感谢，就是有8年的时间，从台湾当时其实是非常的，你想看就可以从美丽岛事件之后的那整个民主化运动的80年代的这个过程啊，那我只能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从国外的一个地方来观看，但是有一个好处让我抽离出来，有8年的时间好好念书，所以那时候念书的话，开始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读西方哲学，那最主要的就是像诠释学的，像从海德格啊 ，Gadamer、Perico 啊，包括到往后的，就是像这个，像这个、Derrida 了、Foucault 了啊，这主要是当时是欧陆哲学的啊，这个大概是我花我最长的时间，那反而是在最后选择佛教哲学，所以我说做佛教哲学，其实我是非常慢的，是在美国的时候是决定的，一个方向，是，这跟你原来接触的顺序是一样，新潮文库的是西方的文学啊哲学为主啊，所以你是那个启蒙也是开始，跟你后来到方东美的时候才是佛学啊，所以跟你的之前的经历的历程很类似，我很好奇的就是说，那个美丽岛事件之后，那你出国之后，那可是那时候台湾的是很大的动荡。刚才本来想要请教说，林老师那时候您的争辩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您的争辩你是站在哪一派？我想这个不用。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嘛，这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所谓启蒙的意思就是说有被覆盖的东西，你现在被掀开了。对，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以前这个我们对历史对这个国家，对甚至于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认识啊，其实没有认识了，其实对台湾当时毫无认识啊。那完全是被启蒙，所以我们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后觉者啊，我们是感谢就是一路上，很多的这个很多人的一个努力啊，我的这些同学这些朋友们同学们他们基本上
一样是受到这个启蒙的震撼，但是在认同上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跟每一个人的他的一个历史位置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就是你是站在啊为谁辩护的？对啊，那为什么后来淡出了这个新儒家？主要是这个因素是啊，因为这个就是你在认同上啊，这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再谈这个认同这个问题哈、啊，跟多元主义的问题啊。所以他就是你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心里很多的就是跟很多的同才辩证了，然后这时候你有一个机会到美国嘛，所以我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说，美国人那八年，你为什么积极的去吸收西洋哲学？它是不是跟你之前面对台湾这个问题呢，是很大的一个关联？并不是说为了要去回应一个大时代的问题而练那些东西，因为这个后来就像我了解的，我像昨天做的报告一样，就是说这个你思想上的一个认识啊，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我提到像海德格，对，海德格的他的到在东亚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怎么样从1920年代，在日本的一个接受，1930年代的接受，然后怎么从那时候透过早期的台湾哲学家，像洪耀勋、郑天崇他们带进来，对啊，他们用日文发表，然后后来到。1949年以后开始用中文写作啊，但是啊，即使是这样，我们当时在做哲学工作，在读哲学，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你从无知到你怎么在一个 occasion 你突然知道了，那个叫 enlightenment， 对，这个就是像我后来读这个像 Habermas 他在他的一个也是回顾性的文集啊，就是Philosophical Political Profile 那本书里面呢，提到他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纽伦堡大审对他的冲击，所以他你看本来是 Frankfurt School， 这个我们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本来建立的这些的 founders， 这些哲学家像 Adorno 马库舍，这些都是犹太裔的，是啊，就有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德国人进来，就是 Habermas。那我会去提到，就是说每个人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称为是 enlightenment， 因为我们如果是像做佛教的，我们也拿 enlightenment 来翻译像佛教的觉悟啊，但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所谓 enlightenment 的几个不同层次里面的一个意涵之一啊。那你若问我说我有没有像佛教的宗教上的那个 enlightenment， 那我跟你很清楚的回答，没有，因为我不是 practitioner，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教徒，不是一个实修者啊，但是有非常类似的，就是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enlightenment 的一个经验，是呀，是它改变了你怎么去看这个世界，那改变了你对于做道德判断的，做任何的其他的这个采取什么采取行动啊，这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是，
不过 enlighten， 那个翻译这个觉悟或者 Buddha 这个事情呢，最近也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到底要翻译成 enlighten 或是 awaken， 因为你 enlighten 的话，你要不断 enlighten， 而且要照亮照亮，你照亮这个的时候好像不适用，你要另外再 enlighten 一次，可是 awaken 它是整个觉醒起来，它是蛮长久的，蛮彻底跟蛮长久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太 enlighten， 你是停留在 enlighten 的话呢，你一段短时间他又要重新的 re-enlight 或者那 awaken 是比较的，所以就是您读这些西洋哲学，或者说跟东方的像儒家或者说佛教的或者说老庄这些东西的，本来是比较偏向是 awaken， 他如何去辅佐你去就是那个作为启蒙，这个我们等下可以谈的问题。如果 是就佛教哲学来讲，这涉及到像大圣的二谛的，没错的观念啊。那如果回到我的学识的一个过程，但很重要就是后来我久一点回到台北，对啊，然后在政大，政大哲学系。那我非常感谢的就是政大哲学系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位置啊，是那它一个好处就是它是这个哲学系我称之为是一个diffused， diffused 就是它是分散的，但同时它表示就是允许你去自由的发展，你要开什么课啊，你怎么来设计你的课程，那可以让我把我在美国那八年的累积的东西把它带回来，然后再碰到，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去处理像当时刚刚起来的像这个批判佛教啊，是那先从事，因为它是在 AR 里面一个 panel， 然后产生回响，然后再回响才传回到日本。对，那我对这个议题马上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很有意义的，就是它不只是对佛教本身是有意义的，它是可以把它摆在我们的这个东亚的一脉络里面来看，包括日本，跟中国，当然包括我们台湾，所以这是一个框架，这是用这个库古宪招的一个讲法，两种佛教，这是在这是批判佛教跟本觉佛教也好，还是所谓的常熟佛教哈，这个在汉传佛教里面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历史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认识论导向的佛教呢，还是一个纯有论导向的一个佛教哈。那当时他们后来要出论文集，就把我一篇文章把它收进去了，那篇后来也我请我学生用中文啊把它做翻译，但那一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写的时候啊，不是那个题目啊，那个题目我是写用狄更生的双城记的这个概念，我就是讲的 A Tale of Two Buddhism， 是啊。这是一个两种佛教的故事啊，双城记这样。那所以这是一个框架，是涉及到哲学教理跟实践。那这是涉及到你要站在像刚才你问的说你要站在哪个位置，对，你要去介入这个世界，你要从哪个角度去介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后来我再把它
整合到我以前对中国哲学啊，包括像对新儒家宋明理学的一个理解啊，这个心学跟理学啊这样的一个了解，那背后大概就是跟我前面所叙述的，就是当你被这个 enlightened， 你被启蒙之后啊，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啊？你会遇到起码是两种还是两种以上不同观看方式的一个张力啊。这个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是。像刚才林老师您提到的这么精彩的整个历程哦，从一开始的受到高中就受到外国思想、外国思潮的新潮文库，就是基本上介绍外国文化、外国思想的启发，一直到后来你到从美国回来之后，专门研究佛教跟哲学，然后再把整个这么庞大的学问呢，去在台湾呢推广这么多。所以您的研究呢非常的广泛，所以接下来很想要从您的学识的特色跟您的学识的关怀呢来请教林老师。刚也提到林老师的研究是用横跨基本上就是佛学都或者中国思想跟哲学。纵贯呢是世界各地的思想，包括欧美的思想啦、中国思想、印度思想啊，甚至日本的思想。在研究的议题上呢，我看您的研究哦，上通哲学里面的非常专门的中观啊、唯识啊、英明啊、天台、禅宗等等，然后下达各种各样的哲学性的议题，包括现代性、全知学、那个现象学。我看您的研究跟书籍里面，你可以左手就来探测一下新儒家，包括点出他的问题；右手呢，就刚说的，您看到批判佛教，日本的批判佛教呢，给他带来一些启发跟呈现的问题，包括是认识论跟本体论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很宏大的一个研究的特色、学识的特色呢，在台湾呢，可以堪称是我认为堪称我们台湾举足轻重的国际汉学家，因为大部分的还是以整个汉学的角度，我们这里汉学的定义是很广泛，就是以中文来去表达各式各样的想法、思想，包括中国的思想跟中国以外的思想。因此呢，想要请教林老师，从汉学的观点来讲呢，目前您认为，因为你经过跟西洋哲学的比较，您认为您最喜欢或者说最欣赏甚至能够发挥最有影响力的汉学思想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林老师是对空性是情有独钟，所以我们也可以请林老师先谈空性的思想，然后呢接着再谈空性以外的思想。没有错了，我前两本书啊就是都是以空性命名啊，空性与现代性，空性与方法。所以 这基本上可以反这我们称为叫 keywords， 关键词啊。所以可以当然是可以谈空性的问题啊。那你刚才对我的描述当然是溢美之词了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做学问不是在谈说你有多少知识的问题。所以一个传统的就是学问传统，我们的学问传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啊，它这称为叫你做学问要统之有宗，会之有源，就是说你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意识为主，然后你去涉猎各种不同的理论的时候啊，你不会零碎化。它会变成了一个有用的资源，就是你可以跟他对话，跟他辩证的一个资源，但是你还是有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是。那这个问题意识当然是选择的，假如你
是做儒家的啊，你选择的这问题意识，你用的资源，你的 keyword 会不一样啊。那你如果是道家的啊，也不一样。你做佛教的也不一样。对。那做佛教的，我选择空性啊，特别最注重空性，因为选空性啊，很多人是从实修的角度来质疑，也就是说这个不是能随便谈的一个概念啊。我不这么认为，就是他还是以你还是在做一个哲学概念的时候，对，我们还是可以去分析它。那我的架构刚才有提到的，像比如说是两种佛教的框架，但这个还是算是比较就某一个专业里面来看的框架，这我们称为这是一个 region 的框架，一个地域性的、地区性的。你如果是再把它扩大到大一点的，像比如我们讲说东亚，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看啊，我马上想到的是像我们这次会议也提到的，像一些学者，像沟口雄三啊，像稻田前次，像像日本的这些的哲学家，像竹内浩，还是后来的这些像像丸山真男啊，那在我们华文学界的有提到像信如家啊，但是你如果去看日本学界他们提的问题，他们一直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的一个录像，他们一直是所谓说以中国作为方法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在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走上革命的这条路，但是日本走上维新的路？对啊，那中国的革命是走上两次的革命啊，一个就是民国的革命，第二次的就是共产的革命啊，所以他们一直很好奇，就是说，这个要去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啊？那我们他这样这个问题，如果把它改写为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东亚啊，你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的时候，现代性的话，你像中国，它是把它浓缩为自由跟民主嘛，这五四运动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理解，大致上我觉得是正确的啊。那你要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啊？那去回应的主体，不论是在这些日本学者也好啊，还是说在华文学界的学者也好，其实他们是主要都是从儒家的角度来回应，那这样的以儒家的一个立场来回应现代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是符合相当大部分的符合历史的一个情况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特别在中国一直都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是在什么意思之下呢？就是说它是跟这个不只是做一个社会的主体，它也是做一个政治的主体。对，那儒家没有教会，没有僧团，他的教会他的僧团就是国家，所以国家你怎么去回应现代性，都是以儒家的那套的思考的方式啊。所以即使是像后来像新儒家，他们也是谈三教啊，这是从明末以来的一个传统，但是佛教是陪衬的，所以他们没有真正去
去思考，就是说你若是用佛教的这个空啊，无自性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你来看西方的现代性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出来？对啊，像摩先生啊，摩中山先生，其实是他这个地方，他是用了假借了，他是当然是在认同上是儒家，其实他用了很多的佛教的的概念，所以他后来他的春有论的两层春有论的区分，讲直的春有论跟无直的春有论，他就是用佛教的概念，无止就是空，但是他没有明讲，所以我的一个哈佛毕业的一个朋友，他写的一个博士论文，他写摩中山呢，他用他的一个讲法，这摩中山是一个 disguised Buddhist， 披着卢是。但是这个是不见得不好，是啊，因为这是佛教空性作为一个哲学资源，它的确是有很好的照明的作用。就是说，他的欧洲的 Enlightenment 的一个传统，一个启蒙传统是也是需要再被再被照明的。对。被照明什么呢？就是你要被照明，就是说它的现代性的主体其实是带有直性的，带有直性的啊。那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体，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主体啊。所以后来我们来看呢，你如果是从你扩大一个篇幅一个范围啊。来看的话，像受到海德格影响很深的，像日本的净土学派的，像西谷启智，对啊，他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的用空的概念，去做回应，对啊，那也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作为现代性的一个起源的象征的这个我们讲的 Cartesian 一个笛卡尔哲学里面的 cogito ego 那我识的主体，对，其实不是纯粹的，不是纯粹的我识主体，他指出来就是说你那个我识的主体本身是带有直性的，那我执是带我执啊，那他看得出来这点，一方面他是受到海德格的影响跟那个尼采的影响，因为尼采他到了尼采他就很清楚跟你讲，就是说你那个主体是 will to power， 是一种意欲权力的一个主体，不是纯粹的主体，所以是从尼采之后的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从海德格之后一直到德维达到福柯，这是一贯的，对啊，但是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佛教的，那像西谷启智像基督学派的，他们跟新儒家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是佛教徒，而且他们是 practitioner， 是是坐禅，包括像西殿几多郎，对啊，像第三代的西谷启智啊，但是日本佛教里面有两个系统，最主要的这跟在中国发展一样，因为最后就是禅跟静啊，所以像他们第二代的田边缘就是这个净土啊。就是清净净土，那这个是跟他们在做哲学创造的时候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来看，就是做一个所谓
花文化哲学啊，先从我们周遭地区我们来看嘛，以前我们就是只是看看中国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没有把没有跨越这个国籍的一个限制，来看到先从啊我们左右邻是啊，那他们回应现代化的进程是比我们早，那起码在哲学上来看的话，他们在1920年代的时候啊，就几乎是同步的跟现象学，跟海德格的这个存留哲学是同步在发展，啊，那这也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是后是说是在1949年之后的，反而是遗忘掉了中间的一个断层，然后我们从头再开始。那现在我回头来看，就说其实它中间有一个连续性，对，yeah, 这个连续性你怎么重新再把它重建起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yeah, 像林老师也还是比较注重空性哦，那又说基督学派这种绝对无啊，也是受了空性的影响。可是某种程度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包括台湾的，知识分子呢。我们先不说有很有哲学意识的知识分子，宗教的，不管是禅宗或者说这个净土宗的，比较是偏向如来藏。所以以中国人来讲呢，可能如来藏解决问题会比用空性还强，所以跟日本面对现代性的不太一样。这点包括那个圣严法师，他也是这样讲，他说，那个整个如来藏的会是汉传佛教哈，去影响全世界的。所以当然它没有变成一个哲学议题来讨论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就说他们在基督学派里面在讲到主体性那个基础他们去谈到的空那个你若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当然它是有进一步发展的。它比如说，他们也有谈到从见者到动者，就是从观的一个角度到行动的一个角度，哈，那然后再进一步到历史的一个层面，哈，所以这个是他们进步的一个发展。但是，假如你是修禅。我提到了，就是你若到镰仓，到卡玛库拉，你可以看到，铃木大佐跟西田几多郎他的墓啊，在东庆寺啊，他们是非常要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学坐禅，你学坐禅不可能不涉及到心，对，那禅中的那个心。即使在日本当然是自信前进性的，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他是在做把它哲学化的时候，他是有非常往前去推，他这个往前去推是顺着当时西方哲学引入以后要去回应的，对啊，所以他最后也要去谈一个历史的身体。他要去回应他的学生们，他当时学生们开始像山木青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那这个跟你是谈心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他怎么去回应，对啊，所以这个是表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哲学家跟你作为一个 practitioner 一个宗教的一个 practitioner 是不一样的，是啊，你作为一个宗教的修行者，你可以是就你个人去选择一条路，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回应的一个问题，不是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宗教还是教派里面。对，是，所以空性这个问题，我这样来做一个总结，
就说空性跟现代性这个工作是一个弥补性的一个工作。就说你从儒家的一个角度去回应这中体西用这个体是绝大部分就是儒家的一个体不论你是怎么去解释它还是有哪些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儒家的版本。但是从佛教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传统去回应现代性的一个问题还是甚至于所讲的现代化的是很少，在华人学界也很少。但是你若稍微眼睛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看日本当时台湾早期台湾当殖民地，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背后的他们哲学背后的一个背景是佛教的。是啊，对，这个你看到喜欢到日本去玩的，到京都去玩的，你会很惊奇，就是他们日本怎么现在保留还是最好的文化的一面的，可以让你去看的，对，就是这些寺院，对，非常文化，非常精致的。那你没看到这些寺院里面，你去看，我常去看的，他们后来谭家制度在德川时代建立的，这是跟基督教的 denomination 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假如就是说你这边有几十户人家，你是归属于哪一个教派的？比如说你净土真宗，那在他寺院以后他的最后葬仪仪式跟埋葬的地方，是在那个寺院里面，是所以你可以去看到京都，你可以去看到酒鬼周照谁他们的他们是在哪一个寺院里面，对吧？那这跟我们就是说你说比如说儒家的这个背后的宗法制度是这个就显得就很大不同，没错所以只要你说你去用传统的哲学资源像我们这次会谈了很多的像道家的部分还是儒家的部分还是佛教的部分，你要知道就是说它这些的tradition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必须是一个 living tradition 一个活的一个传统，对。那假如这个传统它变成只是一个纯粹只是思想的一个传统还是一个文献的一个传统的话它那个力道出不来的出不来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像余英时先生在批评新儒家说这个他们最后只是一个 ghost， 是一个游魂，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所讲的那个精神儒家的精神是可以去讲，但是它没有 body。对， body 是什么呢？ body 就是在我们的风土，在我们的社会的层面上就要像你比如说你是从马来西亚来的话你可以了解到他们伊斯兰他穆斯林他们有他们的教会有他们的一个 community 他是每天在 practice 他每天五次的这个做工是这个跟你说宣称你是儒家这点不一样吧那佛教也是一样，是所以他我觉得是这是最后你会了解到做我们做学问做哲特别是做哲学思想的最后跟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是不能分开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林教授的访谈，非常非常精彩，非常有智慧访谈，我们非常感谢林正国老师。谢谢。